我是哪一边呢？这个字好像是女。我记得老师说，女像一个坐着的女人。我不是女孩，我应该不是这边。哎呦，这个字上面方方的，像是田地，下面看起来像一双很有力气的手臂。在田里，力气很大的人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个是男。小天，你知道要去哪边吗？这个字是男，我是男孩，所以我去这边。那个字是女，你是女人，你去那边。小天会认字，真棒。等会儿在这里见。好。哦，我去这边吗？还是去那边？我也不知道。你是男孩吗？不是，我是女孩。那你去这边。你是男孩吗？是，我是男孩。那你去这边。